放在水里面，浸泡20分钟。这是一块牛肉，把它切成末，先切成片。就从大到小，嗯，好，看，这是四，这是一，就是一加几等于四，三。好，这个方格里面写三，这是加法。嗯，是往这边的吗？我朝我耳朵朝我这边。三吗？三等于一加几？写横，一加几等于三？对，写竖，对。一加二。对。横，往这边横，往右边横，写竖。动你个呛，动你个呛。给里面放下姜末、胡椒粉、盐、蚝油、香油、生抽、老抽、花椒油、搅拌均匀后，给里面分次加入葱姜水。捏20分钟，提前泡好的红薯粉条把它切碎，我给粉条里面加了一点酱油，粉条倒进去，洋葱，搅拌均匀，这血子都做好。哎呦，把盖盖子给去揭了，你看这面可发的。这撒一点点面粉，这全都金光金光。大拇指呀，肉往下按一下，这样保持了这肉多。打锅了，鱼，对。就是她是谁？她是我的妈妈，明白了吗？对。哎呦！我把您砸台子了！这没事，小事。今个整的多。谁最想吃就在俺屋来。耶，这个你把锅都烧的有些粘的，慢慢和。哎呀，我还没吃的，你老在想结合一个。哎呦，你都不够想了。来叫啊！来，钱儿，钱儿，把你那石头吃呗。香吗？没事。叫酒水。嗯，咱们就是你吃这个，这肉最多，这是最后一个，包肉多很啊。孩子们，准备吃饭了。再自己包括这肉多，看、啊，咋样？就卖的那点儿，该吃了，官儿。妈妈洗手去的啊，嗯，换一只筷子。嗯。嗯，喝上完。
没有呢，我的饭就没电了。